各位观众大家好，又来到这个赛后点评赞的这个现场了。那在本周呢，我们也是正式的确认了这个穷追不舍将会代表新加坡出征今年的迪拜世界杯。那也是我们之前呢也是频频有派马出赛的，到这个迪拜最好的就是火箭人了。那这一匹呢就是我们2016年当选的这个马王。那他呢希望今年的这个出征呢可以给我们带来好消息。罗达就是主策骑师，而罗达这个周末呢可以说是也是为了去这个迪拜要壮声威，频频有好的这个成绩交出来。对啊，他就这个星期赢了上场比赛之后呢，结果现在就用这个本地的冠军啊，暂时的冠军的骑士身份去到迪拜，而呢就是星期六啊，这匹穷追不舍呢就在那边跑一场一级赛，然后呢另外同去的柯秋阳呢就跑另外一场的第二级的长途赛事。是的，那我们呢挑的这场赛事呢就是讲这个罗达，但是我们要先说一下，就是经常追看我们这个赛后点评赛节目的观众啊，一定记得我们之前有点过这匹马的，而且原因讲得非常清楚，就是鞍上人一定要大师傅才可以。对，有些马匹是这样奇怪的脾气，不是说见时生一定发挥不好，有些马匹就要见时生的，因为可能他就可以减磅啊，或者是比较听话啊，但是金轮天赋是不是这类型？我们那个时候已经说了，沙里加呢骑得不错，但是呢总是没有办法把这匹马的能力呢完全发挥出来，你最好就是用大师傅。果然内马斯可能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啊，现在就用罗达来骑这匹马。你看罗达骑这匹马有优胜的地方在哪里呢？事实上跟沙里加上一场赛事走位一模一样的，但是马匹就听他的话，一经你看他的手啊，人家已经推他的手还去起来，黑色彩衣白色袖子那匹现在大概是第八那匹哈，距离千里马匹呢有5个马位左右的距离，但是呢最重要这匹马呢，第一不能走内栏受困，第二呢就算走外栏呢不能是走得太外栏，要尽早跟他跟得比较前一点，马匹呢那个追逐的兴趣才有。所以罗达呢就大概在600公尺的时候呢一松缰，马匹立刻赶上，你看刚才5个马位转到直程还没有发力的时候呢已经是距离2个马位，这个就是等于说呢这匹马除非脚软，要不然的话呢一定赢这场赛事。你看现在手推脚踢都不用说是一定要打遍啊，但是马匹呢那个走势呢跟之前的赛事呢完全两回事，不单只是赢这场赛事，而且呢是把这个距离拉开，当然这匹马赢完之后呢就可能又回去这个地级赛或者是第四级呢就要重新再估计了。他的其实是在这个弯道进入之后呢要出弯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加速了，这个就是大师傅呢对这个整场的步速的这个把握他做得非常的到位。你自己先要对步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流放呢在什么时机做出来，这个就是大师傅呢就基本功来的。那见习生这方面呢我们就说是可能就比较的青涩，他呢就可能担心啊怕赶不上，所以呢就早段就用的比较多。罗达这一场呢就可以作为见习生的这个教材来学习了。我们看他到直程的时候呢已经是全面性的机会了，那从外侧这样子冲上来以后呢，内侧只有这个一匹想要追他的但是也追不上的，就道奇杜毅的坐骑你看这就是你如果这个阶段去追你拿什么来追啊？他先走脱的情况下你真的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就是把杜毅这一场的这个表现呢其实就可以翻版成就是上面几场这个见习生的那种表现，就是最后呢就是没办法。对啊，同样也是这个位，同样也是鞭打推踢，但是人这个沙里加就没有办法把马匹的速度加快，但是罗达你看一下子就5个马位了。但是我们就是最大贡献就在之前已经点出这个问题了，而且我们也说了就是这个马匹呢他是看人的。对啊，欺负人了真的是他觉得看到罗达上去以后呢，其实他之前采访的时候其实练马师也提过这个布隆啊，他也说过就是你看罗达一骑上这个穷追不舍就在展示圈，他说这个穷追不舍在展示圈走的时候空马走的时候啊看起来好像无精打采一样了哈，罗达一上去以后他整个马精神了，所以呢大师傅有他的价值就是这样子了。当然这匹马呢以后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下一场赛事再看他才能确定，因为不像以前就是说你换大师傅就赢，但是往后呢胜了级了对手不同是不是大师傅还能赢呢就现在没有办法说得准了。那再挑一场赛事呢就是马辉可以发挥一下的这个赛事了，那这场赛事还是罗达骑的我记得呢这一匹马呢有3次的头马，其中有3次头马
你都当时都点到了。对啊，这匹马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赛程的专家，对，他是跑1400特别好的。本来我们说整场的形式啊，我们说的这场第五场赛事全部就是四岁马的天下，偏偏这匹马的我们是有保留的，我们就说只要这匹老马发威的话，这群四岁马都挡不住。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场赛事连杰如何胜出的。而且呢，你也看得出罗达骑这匹连杰的跟刚才的惊人天赋是两个方法处理的，他就是一直等待最后的200公尺才把马匹的速度发挥出来，可能就是因为他年纪大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可以坚持太久，所以他一直就是采取这个跟前而没有太早发力的跑法。现在就是大概白色袖子跟在马群的内栏第七匹，那一匹就是连杰了。他最重要的就是本他省那个赛程，不要浪费太多的路程，因为他本身已经不是超卓的，只是刚刚这场赛事状态很好，面对的四岁马匹的进展又没有达到最高水平，所以就把握机会。特别是这匹马呢，1400是最耍价的哈，所以你看罗达一直也是紧张不放的，到直场转弯到现在呢，还是跟在千里马匹的后面啊，等到这个时候呢，他就找位了。现在也是尴尬的，很多时候呢，马匹就是这样子呢没位，但是呢，罗达就一直推。我最讨厌一种事情就是，当你前面有马匹的时候，你打边要马匹怎么样呢？他就没有打边，只是用手告诉你，你跟上不输。然后我等那个空位的时候呢，望空立刻打边，马匹就来了。你不要跟着屁股然后打边，跟着屁股打边的时候，你要马匹干什么呢？你要马匹撞上去前面的马匹，人仰马翻还是怎么样呢？啊？那这场赛事呢，你看呢，在这个到直程以后这个位呢，通常我觉得就差不多是一般骑师呢都已经很头痛了，没有门开的时候呢，自己先自乱阵脚啊。那罗达就非常有耐心，他就等前面的这个马匹呢，还有他外侧的马匹给他这个机会啊。当然他也是比较聪明的，慢慢往一点一点往外挪，然后只要马头前方正前方啊一望空以后，这个时候加速，当然最后是这个微差胜，这就是拿捏的这个尺度刚刚好。我们现在看这个进入直程的时候啊，这个黑白方格的这个帽子的就是罗达了，他躲在这个其他马匹的身后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外侧的马匹呢，并没有说是往内闪，这种情况下，他就是这一线之间就这一个机会，推马头之后呢，打内侧边，没有一步做错。虽然最后有马匹呢向外侧去移。也是干扰一点，但是呢他还是能顶得住。那这个连杰我觉得就是真的是也跟这个罗达，因为是布隆的马匹嘛，罗达对这布隆的马匹呢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堪称是黄金搭档了。他知道这匹马老马非常忠心，这种场面他应付得来。对，刚才我讲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点名说谁这样子有一点做的不是太合理的做法，就是当马匹跟着别的马匹屁股的时候，你拼命的打边，你的用处呢根本对马匹没有帮助的，因为马匹接收到打边的讯号就是说我要加速，你前面有一座山有一个长臂挡住它，你要它干什么呢？所以罗达这场赛事你看到他前面一直在马圈后面呢，用手推着马匹，就是说你跟上不输，我不要你加速，你跟上，然后呢等一望空的时候我一边下去你就加速。因为都已经是这个年纪的马匹了，他的参赛经验非常的多，那这个边的信号呢老马他懂了。对了，如果你跟着屁股一打边的时候呢，他没有加速，然后你弯空的时候再打，他不明白了。好，因为刚才你没有加速吗？对，讲完这一场呢是大后上的这个经典赛事啊，我们还挑一场呢，就是能如何发挥马匹前领这个跟前能力的这个赛事。同样赛程啊，那这场赛事戴德利就做得非常的好。啊，这匹马我觉得完全是因为庆棒才有这样的威力。以前有一场赛事，我记得他在内栏，哇，好像是那个跑车这样子冲上来，但是这场就更厉害。我们来看一下这场赛事啊，女王七啊，他这场赛事呢非常的庆棒，庆棒对后上马匹发挥的真的是很好。不过呢，戴德利呢也是没有说是一定要留后啊，反正我青棒排好位啊，你看排在第一位，我就不留后了。他以前赢马时候或者是跑位置的都稍微就是在后一点的位置，这场赛事没有，你看他前面呢，最重要就是你让马匹稍微跟着前马匹的时候，不要让马匹抢口，不要让马匹发脾气啊。有这两天赛事有一些赛事就是这样的，
刘大妈比头痒，就是跟你斗气的时候呢，结果后来又没有什么特别的演出。你看戴德利呢就留得非常好了，跟着第三位直升的时候呢，千万你青帮的时候啊，你不要等到其他的马匹追上来的时候你才发力，你要尽早把对手的那个士气完全打击。我先出头，我又青帮，我速度没有减慢，那你后上的马匹呢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再反胜了啊。所以你看女王七现在要投50公斤，有后劲的马匹在直程一打变下去了，已经拉开三个马位，其他的所谓有后劲的也驼重比他重的马匹凭什么可以赶得上呢、啊、所以结果呢就是听看到这匹女王七就越赢越远。这当然这匹马以后驼重磅或者是升级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呢，也没有一定可以交出这样强的后劲啊。那他这场赛事呢，他看到愿意在前面领的马匹是德尔芬而已嘛，所以呢他就不要在前面用太多，但是呢他又不脱离这个步速啊。这种战术呢，我就是说觉得你最大化了你的这个轻磅优势，因为这匹马它也是有一定前速的，尤其在这个长直程上面呢，这一类的马匹呢就往往就是成功率相当的高，那他就选择就是不要距离前领马太远。到了直程的时候呢，德尔芬做出这个步速啊，是他平常呢对女王七来说是绰绰有余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他其实他早段没有耗费太多。而到了直程阶段的时候呢，他在300公尺他一加速以后呢已经是甩开马群了，那他制造的这个领先优势，哪一类的马匹能在最后能追得上，能弥补这5-6个马位的差距，那只有等到你第三级水准呢在这边才敢想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到最后这个马位优势谁来追，只有那个林家梦境啊，还有这个像小大人这一类的啊，春雷这一类的走得接近罢了，只是接近而已啊，并没有说是对他产生实质性的威胁。所以我觉得他知道自己今天驮得非常的轻，他不愿意再在这样的赛事里面的错失良机了。我觉得戴德利呢真的是啊看准了。对啊，因为有时候青帮你就对马匹要给他那个信任，只要他愿意走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必要去刻意跟他斗力啊。他本来是后上的，如果他愿意走前面，你就让他走前面呢、啊，没有说后上马匹一定要后上的吗？啊，就是你首先你前面前领的那匹马呢，它的步速呢不是说是你这匹马做不到的，你能跟它在那个步速状态下的时候，你可以轻松走啊，这个就最后你还有后劲较的。对啊，如果你59公斤的时候，我不反对，因为你走了，你后面没有50公斤的时候呢，什么都不要管，看马匹。他愿意走就给他走，他不愿意走就稍微留后啊，不然你驮这么轻你都就没有意义了。对了，对、啊、真的没意义。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礼拜五的裁判报告啊，有几匹马的情况比较严重，就是3场5号这匹漫步街头他的右前蹄蹄铁脱落，4场7号九子之尊是赛后发现左前脚痛，而8号的金克则是赛后发现气管痛，9场1号各位哥则是赛后发现呢他右后蹄的蹄铁脱落了。总结一下这3场赛事，第1场1号惊人天赋用大师傅是明智之举，第5场3号连结老马发火非同小可，第9场14号的这个女王七啊是轻棒有力后劲的发挥。好了，这个分析完礼拜五的赛事，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接着看礼拜天的3场赛事。